菩萨寻声救苦，神奇消除心梗。作者：成都妙长，发布于2020年4月29日。有朋友问我，你怎么会学佛了呢？是啊，爱吃爱玩的我跟学佛可一点沾不上边啊。可经历过一件事后，让我彻底改变了。2001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请了观世音菩萨像回家供奉。那时候也没有学佛，一直是求的保佑家人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。2011年的时候，在网上看到守月亮的博客，也不相信博文所说，看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没看了。2014年上半年，开始对学佛有兴趣了，在网上到处看学佛的文章，但是都不太信。后来看到说抄《金刚经》比较好，就开始抄《金刚经》。然后到了2014年9月16日，星期二，我永生难忘的一天。下午，老公下班回家说胸口有点疼，不舒服。我还有一个菜没炒。就问是不是今天上班太累了，让他去沙发上躺躺，等我饭菜弄好叫他吃饭。他说不行，还是很痛，要去医院。于是饭都没吃，我俩出去打出租车。因为是下班高峰，很不好打车。我俩平时身体很好，几乎没进过医院，而且当时没想到有那么严重，所以完全忘了可以叫救护车。等了一会儿，上了出租车往省医院去，这是离家最近的好点的医院了。下班高峰期路况可想而知，一路堵车，好不容易还剩1/3的路程，老公就说我不行了，疼得快死了，全身手脚都麻了，紧跟着舌头也麻了，说不出话了。他痛苦地直捶出租车的门，手都捶流血了。我真正被吓到了，这时又遇到了红绿灯，前面有车挡着开不出去，真叫急死人。后来老公说，那时他体会到了濒死的感觉，太痛苦了。而我当时又吓又无措，第一次遇到这么急的情况，该怎么办呀？在这个急迫、慌乱、无助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家里供奉的观世音菩萨。都说观世音菩萨应声救苦救难，这时候只有求菩萨了。我马上对着虚空念观世音菩萨，求您救救我老公吧，不停地念，后面越念越急，就是一个劲的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，有时念慌了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反正就是非常急迫，非常恳切地求佛菩萨来救命。好不容易出租车到了医院，没等车停稳，我跳下车扶着老公一路跌跌撞撞地冲进急诊室。我只知道喊一声快救人，一位女医生叫我不要喊，然后马上让我老公躺下。这时候他人已经有点昏迷了，于是各种抢救、交费、拿药，叫上面的医生下来。心电图一打就说是心梗，气氛一下就紧张了，叫马上办入院，又说没床位。我联系一位医生朋友准备转院，这时医院又说可以加床了。医生朋友说如果能够尽快手术，建议不转，因为转院途中也有风险。于是我同意了办理加床入院，接着签各种同意书，病危通知书在急诊就签了一次，手术这里又签了一次。我哪里懂得，人都是晕的，只是签字签字。各种准备做好，医生说先做冠脉造影，如果需要要按支架，
看他这种情况，可能堵塞有点严重。又问我安支架是要国产的还是进口的，先准备好钱。各种慌乱，买入院物品，买手术用品，送进手术室。我的一个朋友过来陪我在手术室外等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手术要做多久，等得心慌。期间有医生进出，我就会想到是不是情况很严重啊。后来出来一个医生叫我们进去，说情况还是要跟我们家属说一下。他叫我们看屏幕，说病人心脏和血管都是好好的，血管没有堵塞，还很健康。他们也很奇怪，怎么之前那么严重，心电图等相关检查都说明是心梗，但是冠脉造影确实是正常的，如果说是血栓化了，但是一点血栓化的影子都看不到，完全好好的，就不用安支架了，先入院观察吧。我也看不懂那些图像，听说是好好的不用安支架，又高兴又有点懵，怎么回事呢？是场梦吗？可傍晚那场惊吓慌乱那样真实强烈的烙印在脑海，痛苦的让我不想再回忆。老公也不相信，他好好的没事，毕竟他亲身体验了一回濒死的感觉。后来我们到本市最好的医院又做了全面检查，结果也是说他非常健康，心脏没问题，血管也没有堵塞，都很好，这不由得人不信啊。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，只能说那就是我当时念观世音菩萨救命了，不然没法解释。每年因心梗来不及抢救过世的人有多少，那个发作起来要命是很快的，而我们居然在忘了叫救护车，自己在下班高峰打的一路堵车耽搁这么多时间的情况下，人不仅活过来，而且身体好好的，支架也不用安，一切正常，不是菩萨救的怎么可能。2019年有幸跟随群主朝圣九华山，和师兄们分享了这个经历，也问了群主为何学佛以后这么多不顺。群主后来说，夫人说如果不学佛老公就没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泪顿时就下来了，这是化重报为轻受了，要怎么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！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胜比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，念念勿生疑。观世音净圣与苦恼死恶能为作医护，我因为这个经历发愿专修观世音菩萨法门，报菩萨恩德，并由菩萨指引重看守月亮博客，学会大悲咒，进入精进群。此生专诵大悲咒求生极乐，此生必须精进修行，不辜负观世音菩萨恩德。个人修行简介，默学2016年10月10日开始每天大悲咒108遍，2017年2月17日进入精进群，截止2020年3月6日持咒892920遍，日均718，从未补课。作者：成都妙常。随喜功德。